在一个蛛网漫步、尘污沉积的环境里，孤立着一柄为人们扶持正义的古剑。想当年，铸造这柄剑的人，其原意亦是除恶扬善、济治社稷。谁又知道，在这把剑的影子底下，曾埋葬了多少傲骨英魂？小弟，你还记不记得这是哪里？哦，我想起来了，绵阳山。小弟，你还记得我们在哪里洗过澡？鲤鱼潭。三年的征战终于胜利回乡了，想起我俩在沙场上痛杀鞑子，真过瘾。家乡的水，家乡的草，家乡的泥土都是芬芳的。小弟，你到底姓什么？我姓龙啊。哎，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在身上刺四条龙？我爹是边城守将，我三个哥哥都随着他曾经跟鞑子血战过三个月。可是不幸，他们都已经壮烈成人了。那你娘呢？她死了。我娘为了让我记得我爹他们壮烈的事情，所以亲手在我身上刺下了这四条龙。现在总算在鞑子身上报国仇家恨，天下无不散的宴席，这是我身边还像样的东西，就送给你吧。如果你到洛阳，只要到烟花巷提起我的名字，没有人不认识的。希望能再见到你，小弟。
为的。又想喝点酒是吧？我早告诉过你，我这是做生意，又不是旧情失散的地方。你真是啊，我有块这个，您看是不是可以压一点？这块玉也值不了多少钱，最多值3文钱。我只是想暂时压一下，不想卖，请你再帮我一次忙。哎，卖都值不了多少钱，压更不值什么钱。您行行好，帮我一次忙吧。等我家邵主任回来，一定会来赎的。嗯，二狗子，哎，来了。这是我最后帮你一次忙了啊！好，哎，是掌柜的，再给这一坛酒。是。好，谢谢，快滚，谢谢，快滚吧。龙吟，这是明鉴上的一块玉。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回来，亲口告诉你这件事。2年前一个深秋的晚上，我从城里为夫人买断药回来，当时我亲眼看到这件事的发生。那女人头上的白巾，有一只黑鹤。我们上当？难道是假的？快走！这么说。凶手除了贺帕，没有留下其他的痕迹吗？
我猜，你爹娘的惨死，可能与这把龙吟古剑有关。这剑上的玉佩，我在这儿。你是谁？玉佩怎么会在你的手上？我只是个过路人。这玉佩本是圣洁之物，我不忍见它落入小人之手，拿去吧。劫玉本应配圣剑，你要珍惜。你香啊，你谁？是我小弟，你还记得吗？小弟，香儿，我们终于又见面了。我有样东西要给你。这是我在边塞征战三年中希望活着回来亲自要送给你的。我见过很多比这个更值钱的东西，可是只有你送给我的才令我最珍惜。我会永远
永远留在身边。香儿。谁指使你来的？我啊！师父，你的书法虽大有进步，可惜字迹紊乱，心思不宁，反修行人之大忌。恕弟子错过。告诉我，你心神不安，因何而起？实不相瞒，弟子昨晚于来寺途中亲见一名为国远征沙场而今得胜解甲归乡的青年，反抵家门却面临双亲遭人灭杀的惨境。怜悯之心人皆有之，而我生生的父母却下落不明，心灵上的痛伤与他又有什么不同呢？人生本度善良缘，生老病死总有终，人如果能深悟这点禅理，大自然中将是一片祥和之气。师父，我人之善恶都是由心而发，带着你的剑随我来。你的玄天劈斩剑法大有进展，可惜你只攻不守，心智不专。剑本是伏善除恶之物，如果人们与世无争，那剑本身就失去它存在的价值了。弟子此次所见到的惨境，正是由一把稀世的名剑而起。什么剑？龙吟撼山河，龟子泣亡魂。龙吟，多少的惨痛仇恨，皆是由此而引起的。龙吟剑虽然是稀世之宝，可惜它是个不祥之物。师父，弟子想要知道我的亲生父母是谁。我已经告诉过你多少次了，不准再提这件事。我是人，我需要知道我的根在哪里，谁是我的爹娘。
来，我有件东西给你看。16年前，当我下乡化缘的时候，遇到一位身负重伤的壮士。大师，我被仇家所杀，这玩意儿就托付给你。壮士尊姓大名？这玩意儿叫冷烟，等他长大之后，只要扎这条河帕，就可以找到他的亲人。这么说，我只要找到沙帕的主人，就可以知道我的身世了。为师的已经替你打听过了，可惜沙帕主人已不在人世了。不，我不相信，哪怕是到天涯海角，我也要找到他们。什么事急着要见我？这件事对你玉观音来说，我想很重要，而且正是你心里等待很久的消息。快说吧。当然我是要说，不过这次我们先要谈好价钱。只要消息正确，赏银不会少你。我信得过你，战云的儿子战宇回来了。换句话说，你梦想多年的龙吟古剑既有复出的希望。他人在何处？他正在来洛阳的途中。希望这次能在这小子身上找回龙吟古剑的下落。那我的赏银呢？我早就为你准备好了。在这儿。原来是你，无影剑，来如风。他已把你应得的30两赏银交给我了。我明白了，原来你也是他花钱请来的。哼，恐怕你明白的太晚了。慢着，我在等一位朋友，他快到了。哎，客官，您要住店还是？我要办点事儿，马上就走。一生约会都是别人等我，今天晚上我是头一次等人。恐怕这是你最后的约会，以后不必再为等人而抱怨了。你会算命？如果我没有算错，你还没有离开这张桌子就要死。我忘了告诉你，
剑不是好玩的。没想到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失手。只可惜你太年轻了。这包袱里有30两银子，是别人雇他来杀我的代价。老宁二位，替我把这位年轻朋友装棺埋了。老爷回来了。夫人呢？哦，在厢房。哦。虽然只有3天，却好像有3年一样的长久。其实3年跟3天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感受。深感内疚。不要再说，一切还是听其自然吧。你可知道，我想要给你的是幸福，而不是痛苦。其实，这些年来，幸福跟痛苦在我心中已经似如止水。请你把我这把剑的剑锋打磨一下。我这只为人打铸马蹄铁，不会修剑。如果我没有认错人的话，你必定是那位妙手神剑将韩松。只怕你认错人了，我只是个打铁为生的粗工而已，根本与剑无缘。别把我这身老骨头给拍散了。难道我真的认错人了？嘿，小弟，我有事，你把这点一点收好。哦。你为我安排的人怎么样？我已经为你安排好了。可靠吗？我在这妓院混了7、8年，选男人
绝不会走眼，正合你意，是个玩剑的。嗯，这是你的赏钱，请随我来。你可得斯文点呢。啊，小皮蛋，有什么好看的？天天看你还没看够啊。干什么？你还不想看？本是下山化缘，多则数月，少则数日，寺中一切杂物要多加劳心，请师父放心。年纪轻轻的，别学人家舞刀弄剑，我放你条生路，去吧。你既然败了，我还留你活着干什么？难道你不念我们昨晚一夜夫妻之情？这就是你们男人好色的下场。钓鱼的，你想钓的鱼跑了？只要是吃饵的鱼，我不怕它跑的。如果跑掉的鱼很精呢？再精的鱼总有饿的时候。可是我没有耐心等下去了。要有耐心才能钓到这条鱼。白剑兄，这盘棋你又输了。其实啊，胜败乃兵家常事。虽然在棋艺上我不如你黄埔少华，可是在剑法上，哼，却没有人能赢得了我。那当然，我只精于下棋，玩剑我可是个门外汉呢。棋艺在于攻心，我看他是输在心思不专吧。哦，白剑兄，何事心神忧烦？可否告知一二？一把剑，你已齐集了天下99把宝剑，
还有什么剑能使你如此忧思呢？是一把千古西传的龙吟古剑。龙吟？我明白了，莫非你是在期待这把剑的来临？连我整天陪伴在他身边，都无法打消他思剑的念头。现在，在他的心灵中，那把剑比我还重要。像你这么一个纤弱的女子，是无法体会出身为一名剑士其存在的感受。白殿兄，夜深了，就此告辞。雷庄主深夜来访，有何要事？哦，不但是件要事，而且是件令你欣喜的好消息。哦，什么消息？是你梦寐以求的那把龙吟剑的下落。啊，在哪里？现在正在来洛阳的途中。谁的手中？战云的儿子战宇。没想到我们今天会在这儿见面。战宇，你还记得在你从军前我们曾经有场约会吗？我希望这场约会能取消，免得留下无谓的伤害。谈何容易。哈，利落的龙吟剑法。啊，没想到百剑公子也会败在你的龙吟剑下。这条鹤帕可是你的？是不是我的都由不得拿去。哼，我也正在找这个人，既然目的相同，何不一起合作呢？没想到这条鹤帕竟与你的身世有关。这是我亲手抄写的经文禅音，你留着可消你心中暴戾的仇意。我又何尝不愿早日把仇字排除我心中呢？我虽然不是个习武玩剑的人，但是我见过许多玩剑者不幸的下场，令我对剑有了深刻的认识。一把名剑在手，可以充实我身为剑士的自尊。我绝不是想利用剑来满足我贪斗的私欲。其实许多造剑者的原意也是与你一样的单纯，希望其所造的洁净之剑能够替人们伸张正义，除强扶弱。谁又会料到被歹人作为仇杀的凶器？真令人痛心。我自幼爱剑，一生习剑，只盼望有一天能成为受天下武林人人敬仰的剑士。因此
那把龙吟古剑，我势在必得。如果你得到那把古剑，你真的愿意与我退隐乡野吗？有了龙吟，百剑齐集，今生方不虚度。人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得了百剑，你还想拥有千剑万剑，到那时候你将何止何休呢？你们妇女既然见解与我不一，希望今后不要留在我身边，沮丧我寻求的斗志。是不是那个神秘女人指使你来的？不是。你到底是谁？我是世上少有的人，非敌非友，反逼我忍生，犯我这死。不信你碰上我这只扬善除恶的龙吟剑，只怕你欲逃无路了。可惜这是一把冒牌货。方才你为什么不趁我之危下手夺剑？哼，你错了，我百剑公子虽然爱剑如命，但绝不做宵小污浊之行为。这么说你还算是位武林君子？其实我关心的并不是你的命，而是怕失去你手中的那把龙吟剑。如果这把剑正如他说的是把假货了，这把剑的真假逃不过我的眼睛，料它将来必是我手中之物。后会有期。在这歇会儿吧。哎，哎，哈哈哈哈，嗯，有这么美好的兔子肉，哎，想必你一定有酒吧？啊，
当我身边有剑的时候，是绝不喝酒的，免得因酒误事。没有酒，这也说得过去。总不会身上没带点钱吧？拿去吧。哼，兄弟们，有了钱，上好的美酒、漂亮的美女等着咱们去呢。破庙有什么好带的？走。慢着。把这包银子拿去，免得你们身上没有钱，再去抢别人的钱。走。今天收入多少？大概500两。你们是来干什么的？逛窑子的。你想还能干什么呀？今天我们院里客满了，所有的姑娘都有了主。你们要逛窑子，换一家吧。哼，换一家，行啊，你给钱。钱你们自己动手拿吧。有句话我可要说的前头，这些银子只要你们搬得去，就是你们的，否则你们就要赔上4条命。你们错了，这里不是黑店，也不是随便任人来拿钱的地方。哼，这就是我养的小黑脸，你们想不到吧？这把剑今儿晚上不沾点血是不行了。你怎么跟他们打都行，可不许毁了我的家具。哼，你放心，对付他们这号人物啊，我轻松得很。兄弟们，看样子今晚要带走这些银子，还得费点手脚呢。你们两位，该轮到谁了？你放心，我从来不杀手上没有剑的人。
你的三位朋友是怎么死的？唉，他们都是不听你的劝告，昨晚又抢妓院，被杀死了。可惜。女人是弱者，当她把她的心给了一个男人以后，她就会全心全意地跟着他。只要一辈子能够厮守在一起，永不分离，哪怕是平淡无味地度过一生，也是美好的。可是我心灵中充满的全是那把剑的影子。这么说，你的心里没有我的存在？等我得到龙吟之后，你我之间的美好才会永恒，否则将无法充实我的一生。如果用我的生命换得那把剑，我愿意牺牲。小弟，小弟，快起来呀！不得了了，什么事？有一个脸带煞气的人呢，指着你的名字，到处在找你呀。莫非是你杀的那四个歹徒的同党前来找你寻仇的？除了我之外，恐怕再没有第二个人能接住小弟的飞镖。是你，战玉，你还没忘记我？什么风这么快把你吹到洛阳来的？一只鹤。对不起，我一熬夜就盯不住了。你们慢慢聊，我先休息了。你为什么不让我当场抓住香儿证据，追问究竟呢？依我看，香儿只不过是个无辜而被利用的人，如果强硬逼问，反而会坏了事情。我想起来了，香儿曾与一个神秘女人有来往，而且这个女人常在深夜的时候到妓院来找乐子。这只吃鱼的猫，它迟早还会再来。剑方能挽回百剑往昔对我的感情。哦，这么说你是要我为你取战云手上那把剑喽？如果你能为我取得那把古剑，我有相当的条件交换。什么条件？你的身世之谜。这次我给你挑了个最漂亮的，跟我来。啊！
们室友不是敌。跟我来。这贺炮回去问香儿，就知道他是谁了。嗯。我们中了调虎离山之计。自从老夫退隐以来，从未再结识过江湖中人。再说，本庄之内皆是老迈家用，我的夫人温顺贤淑，整日只喜欢植花饲酿，这一点诸位尽可不必质疑。日后仰仗雷老前辈相助甚多，我们告辞了。若要用到老夫之处，尽可直言，不远送了。我先回众香院去。香儿的失踪，我想与那神秘女人必有关联。难道你们要怀疑到小弟就是你要追寻的真凶吗？他与我是同生共死的兄弟，不会做出这种不仁不义的事来。啊，你坐会儿，我喂鸟去啊。只要你告诉我我身世的秘密，这把剑就是你的。你只要拿着这把法钗到东门外铁匠铺给那个老铁匠看，他就会把你的身世告诉你。其实你茶里下的迷药我并没有真的喝下，只是含在嘴里。住手！你们两位不要打了，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你是个身不习武的纤弱女子，为何也要这把剑？因为我如果得不到这把古剑，我将会失掉百剑公子。既然如此，我就成全你，拿去吧。有句预言我必须先告诉你，凡得到这柄剑的人，必有三种压力降临在他身上：孤独、恐慌、死亡。我愿意为百剑承受这一切的来临。如果担负不了这些压力的时候，请将这柄剑还给我，免其落入歹人之手。没想到你对他倒是很大方的啊。我所羡慕的不过是百剑公子
那种坚毅不折的英雄气概。我女儿她从来就没有用过这么昂贵的簪子，像我们这样以粗活为生的人家谁能买得起？你们恐怕是认错人了。难道我们被那个女孩给骗了？看那女孩淳朴善良的样子，不像是会骗人。像你们年轻人深涉江湖，不得不防江湖中的险恶。多谢老赵，打搅了。杀人，由塞外来到中原，只要你能为我达成任务，前九女人任你挑选，少不了你。既然你已定了原则，那就好办，一切听候我的消息。哼，看你这副德行，原来就是关外来的快刀手黑风客。呵呵，我看你今天要尝尝我追风快刀的滋味了。这把剑目的是希望能够与这把剑同时占有你的心灵。我万万没想到现在你心里除了这把剑丝毫没有我的影子。有剑不习则不精，即是虚无。我不愿荒废这把剑，现在琴弦已断，也是我该离去的时候。哼，你要走可以，以后不许再回来见我。我曾答应这把剑的主人，当你领悟到这把剑是不祥的凶器，而你臣服不了的时候，一定要把这把剑还给主人，免落入歹人的手中。凡是握在我手中的剑，不可能再有落入他人之手的时候。既然你有自信就好，愿你好自为之。雪妹，交给百剑公子的剑是假的，只要告诉我真的在哪里，我就饶了你一条小命。剑与我无缘，而且生死我已不在乎，找死！
我早就知道你离不开我。我是回来，求你快把那把古剑送回去，免遭不幸。少跟我来这套。我只求能够死在你身边。没想到黄埔兄竟然是个顽剑者。哼，雕虫小技而已。听说这燕子青还是个棘手的角色，幸亏黄埔兄及时赶来相助。百剑兄先别言之过早，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先杀了燕子青，留下你就容易对付多了。这么说，你也喜欢这把剑？哼，你可记得，在江湖中有位使用阴阳剑的黄埔龙，黄埔少华，你就是阴阳剑黄埔龙？没胡子的我。就是黄埔少华，有胡子的我就是黄埔龙。你不是我的对手，去吧。多谢百剑兄不杀之恩。你可是没有想到，姜到底还是老的辣。没想到刚送走了个棋友，现在又来了个乡亲。
没想到我的预言竟然这么快就实现在你身上，全是我自己执迷不悟，不但毁了自己，也害了他。这把宝剑，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目前这把剑的真假，对我来说已不重要。他给我的感受，却令我终生悔恨。那你今后何去何从呢？有一个美好的地方，满山飘逸着云彩，安详宁静的草原，还有雪梅那悠扬的琴声。百剑却是死在雷庄主的剑下。照你这么说，他们俩的死是另有蹊跷。哼，依我看，好像他们俩互杀之后，再被一名用刀的人趁庄主之危加以杀害，因此才留下刀与剑两种伤痕。难道雷九这几年背着我在外，与人结下什么仇恨不成？人死不能复生，夫人您要节哀。至于真凶，我们会查出，让他正之于法。人生名利荣华似如浮云，为何还这么多仇恨不止呢？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妓院里面空无一人，我已找遍了他的房间，找不到那张贺帕。我看着丫头不给点苦吃是不会说实话。那张贺帕我已经烧了，信不信由你。这个人是我救出来的，你要杀他得先问问我。傻皮蛋，小皮蛋，他妈的，跑哪儿去了？啊，我是跟踪一个骑着马的大块头，发现他们把香儿姑娘藏在北门外的废矿村里，全在这儿。Thank you.
到了。快走！让他们跑了。不要追了，恶有恶果，善有善终，他逃不了天理因果。前些日子你不是费尽心思收买高手举杀我吗？那是过去，我怕你走漏了我的身份跟计谋。后来我发觉你一直在暗中帮助我，使我对你有改变了看法。你错了，我这么做目的并不是为了帮助你，而是为了我那位死去的哥哥，做一下可怜的女儿。她既然失去了父亲，我不忍再让她失去母亲。你是说小叶？除非你能痛改前非，弃恶从善，否则我不会告诉她，免得因为你的污名而伤害了他的淳朴和善良的心境，毁了他一生的自尊。眼看我费尽了心机，即将到手的东西，难道你叫我就此罢手不成？你追寻的那把古剑，只不过是空有其名而无其实的废铁罢了。你为什么还执迷不悟呢？不，你哥哥当年也是为了这把剑而丧命。这些年来，我虚度了个人的青春，就是要替他了了这个心愿，否则我……如果我哥哥今日在世，他必不愿意见你如此害人害己。望擅自保重。姑娘，你指定的地方到了。师姐，你可以出来了。你赶来的正是时候。我不想让你涉入这场是非，我怕会害了你。湛羽，你看错了我。我俩远征沙场多年，什么时候怕过死？如果你有这种想法，别交我这个朋友。欲知你的身世，请单独前来铁匠铺一会。你还记得我曾经有个心愿吗？我当然记得，你说过等战争平息之后跟我去一个没人的乡下放牛。我想快了。那恐怕是下一辈子的事情。
没想到您也会玩剑。玉桂英，你可记得20年前有个叫韩松的吗？哦，原来你就是失踪多年的妙手剑将。想不到我妙手剑将一生铸剑，而今却死在剑下。那您可识得这把龙吟剑？孩子，我跟你爹是同门师兄弟，你手上这把龙吟剑是20年前我为他铸造的。那这把剑到底是真是假？剑即是心，心即是剑。你爹当年退隐江湖之时，也是我为他封的剑。真假的关键就在这剑柄上。有了你这个人质，我就可以控制战羽，不怕他不交出龙吟古剑。恐怕你小弟的飞刀也难破我的蚕丝软网。早就知道你在跟踪我。其实是我约你到这儿来的。这么说，我是中了你那张纸条的计了？要想知道你自己的身世，请跟我来。这坟里埋的就是你父亲。你可知道我爹是怎么死的？20年前你父亲残心鹤因为持强好斗，与剑圣战云在黑风岭决斗，不幸丧命。你是谁？没想到他就是江湖上狡猾莫测的玉观音。依我断定，其暗中必另有图谋之人，目前勿操之过急。你是说欲想取回小弟之性命，明晨携带真实古剑来对抗春，否则小弟即成死尸一具。玉观音，小弟落在他手里了。龙吟古剑带来了吗？战云，如果你还把我当做朋友的话，你这把剑不要交给他。小弟的生死就在你一念之间了。这把就是真的龙吟古剑，你可以拿去。
但是要先放了小弟。你不会又使诈吧？我姓战的不是那种人。那你把剑抛过来让我看看。证人，我小弟的死算得了什么？你那把剑是传家之宝，绝不能落在歹人之手。拿去吧。小弟，战月，快把你的剑拿回去。小弟，不要管我，不要管我，快把这个贱人除掉，替父报仇。为何暗箭伤人？会是你，难道你是没有血的人？就是你这种说血冷凝固了，我要把你冷掉的血放出来。是有血的人，我的血不会白流。除去与他同谋的残心仇，破了我匕首20多年的杀戒，幸为师留的一口气及时赶来。好一个佛面兽心的家伙，你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残心仇只是个局外人，真正与我同谋的凶手是他。绝不可能，我师父是个善良慈心的出家人，你死在临头还血口喷人。江湖上险诈难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既然你们都怀疑师父，我就告诉你们吧。你凶手真是你。
最惭愧的就是没能好好的照顾你。你到底是谁？他就是你的亲叔叔。啊！想不到，十七年前，我误将你托付给这魔头，才造成今天这样悲惨的下场。燕儿，他就是你要寻找多年的母亲。天下有不孝的儿女，无不是的父母。为了要替你爹报仇而犯下了今天的罪孽，我爹也是死在龙吟卷下吗？其实这把龙吟古剑只是一块废铁而已，原产于宁静无争的大自然，还是回到那儿去吧，免得人们为你的虚名针煞不息。孩子，你愿意喊我一声娘吗？记得你答应过我的事，我们要找一个宁静的地方，种田，放牛。